船，爱妈祖。妈祖，妈祖，我爱你。妈祖，妈祖，我爱你。不要进去。好，各位白沙屯还有山边马祖的香灯脚们，大家早安。好，跟大家报告哈，我们在彰化县前一阵子哈，在深港乡的一个姐妹的一个发生重大的一个车祸哈，目前姐妹也在秀传医院医治当中哈，所以我们今天秀传医院很热情的。带着慈悲的心来供应我们白沙屯马祖，还有我们的一个山边马祖，我们也欢迎各位香灯脚一起集结在秀传医院门口，我们一起来供应两位的一个马祖婆哦，让我们马祖婆可以进到秀传纪念医院来为我们两位受伤很严重的姐妹一起祈福，好不好？好。是秀传医院的外科医师，那主要的话也在一个机缘之下，有妈祖的信徒到医院来啊，直接就讲说啊，那个我们是妈祖请示过来的，然后说也要进一步开刀，所以的话，医院人都喜欢叫我妈祖指定医师。那当然呢、啊，在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医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积极参与，因为毕竟的话，这个是全人医疗里面身心灵还有社会一个连结很重要的环节。那再加上我们秀传的话，就在南瑶宫庙口，也有人在说我们的医院就是庙口医院。那当然呢，在于宗教信仰还有文化历史相关的活动的话，我们秀传认为这个是我们能够尽一份力来去支持。所以尽管我们做的是科学，不过在文化还有宗教的角度来说呢，我们也希望出分力。但往年会啊，有的时候有助驾，但今年是不是特别有集结起来，希望说今年可以助驾？呀，过去的话，在去年其实白沙屯妈祖就已经有进来我们医院停驾过了。那当然的话，今年我们希望说，一直以来的话，最神秘的过程就是到底妈祖会不会进来彰化秀传？对对对，这个当然是我们秀传医疗体系每一个人的心愿，我相信的话也是每一个民众的心愿。那当然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最虔诚的心拿出来，那最洁净的愿望，我们希望妈祖听得到。那当然呢，可以看到今天非常多各位我们辛苦的香灯脚哈，一起在秀传医院门口，我们能做的当然就是出最大的力量，希望妈祖能够进来秀传，能够为病人祈福，能够为医护祈福，还有我们病人的家属，大家都要都平平安安的加油，一起祝福他们早日康复，大家说好不好？好。秀传爱妈祖。不要进去。
吃不过，吃肉骨鸡啦。我们现在讲嘛，一下推一下，让和大家拜拜一下不？Hello， 不要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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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大家要拜拜得到，不要挤，拜得到，拜托，好来。对，不要挤，拜托哈。来了，一个装置。不好意思，不要再往前了。往前靠台靠近台阶，不要这个老表。来，不要挤，大家路角都拜得到，都拜得到，不要挤，拜托，拜托哈，拜托不要挤。哦，进来，进来前面的吗？可以，他去他前面吗？那我们用的白沙转马组能够保佑我们的健康快乐，我们医疗团队会认真照顾，也希望白沙转马组能够显灵，让我们的医疗的力量更发挥了，赶快早日醒过来。现在醒过来了，但是还要恢复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祈祷了。我们拜托，希望白沙的马祖啊显灵啊，我们的道的小姐在这里啊，谢谢。这个是什么样的？是上衣吗？这是她的衣服，这是妹妹的，妹妹还是姐姐的？姐姐吴燕的衣服，姐姐的衣服，姐姐的衣服，这样子好。妹妹在当兵哦，还不急拿了，拿这个来哈，就代表两个姐妹嘛啊。谢谢啊，感谢啊。那现在是不是妹妹的状况稍微，妹妹的状况是比较还在就是在政治那边的报道，您都有问了哈、那姐姐在这里也醒过来了哈、那还要用认真的照顾，早点能够恢复了哈。所以今天这样妈祖有特别停驾在我们医院前面，医生你有没有觉得还蛮感动的？当然我们很感动啊，去年也在这停过啊。去年停过以后，当然彰化哈、还有秀传病人的健康恢复更快啊，我们的医疗团队力量也更好了。谢谢大家了。可以让我们拍一下衣服吗？来，拍得到吗？不好意思哈，这个是那个姐姐的衣服，对不对？是的，下面这个是她的，这个是什么？是的，帮她洗衣服的。好，谢谢。